好啊，涂谨申议员。主席啊，我觉得呢个行政长官呢个报备中央呢个报告呢，最坏嗰点咧，一睇到咧就系2016嗰个立法会选举咧，行政长官认为根本就唔需要附件二嗰度修改。换句话讲咧，2016咧将会停滞不前，连减少功能团体都唔肯做。点解要咁做呢？記住，你這個是直情是行政長官認為，即是他直情是推薦給人大常委不修改附件二，為何會這樣呢？另外主席，很明顯就是他這個報告有不同的字眼，他有些叫較多意見、不少意見、也有一些意見。主席，他當那78萬人出來強烈地表達這個訴求，71的市民幾十萬人去表達呢個訴求，公民提名嘅要求。咁你當係咩？有一些意見，你話有一些團體和人士。咁你當佢哋即係乜嘢呢？其他地方你就話較多意見，不少意見。咁即係78萬人投票，50萬人上街，就係有一些意見啫咁。主席係咪公道呢？我想問下司長，如果咁樣，特首是這樣跟中央講的，那中央就以為真的、啊、咦有些意見的，那可能做錯決定的。政務司司長。多謝陶議員的意見。正如我所說，行政長官在政改五部曲他去啟動的第一部曲，他是需要提一個報告，然後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需要修改，無論是選舉行政長官或者產生立法會的方法。而我們的五個月的諮詢就是為了提供這個基礎，讓他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裏面能夠講出一個說法的。就正如我在剛才開場發言，去到立法會產生的辦法的，而且確社會大眾普遍的意見是認同暫時是不需要在2016年呢再對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就住附件二作重大的修改。取消功能組別，這個意見呢，大家同事請，現在是政務司司長講的時間。陳偉業議員，我警告一次，你不需要送給我，我警告你、啊、下一次我就會明白。梁國雄議員馬上離開立這個會議室。梁國雄議員甩手比賽了，一錘定音，我告訴你是同罪如何。梁國雄議員，你是行為不檢，干擾我們秩序，我請你離開立會議廳。政務司司長，社會大眾普遍是認同，由於兩個理由呢，是不需要就選立法會2016年的產生辦法呢就住附件二作出修改。我現在就講緊黃毓民議員。黃毓民議員，黃毓民議員，黃毓民，每一個對不住主席，在諮詢文件裏面每一個提出的議題呢，我們在這本諮詢報告裏面的處理手法都是就著那個議題，就著我們收到的意見作一個分析和歸納。在每一個議題下面呢，都有四大類的意見的來源的。第一就是立法會，第二呢就是我們在諮詢期間出席過的諮詢活動的團體和其他界別的團體，第三方面呢就是其他團體和人士，包括我剛才講的10多萬的書面的意見書，第四呢就是在那段期間做了的民意調查。沒錯，就著立法會那一部分的意見去到2016年那個立法會產生辦法呢，我們是如實報導，所以大家會見到簡單來說，在本會的建制派的議員呢是認為不需要就2016年的產生辦法再進行重大的修改。
但是泛民的議員呢亦都有提出是不是可以走一步來到去取消一些的即是功能組別，但如果大家看其他的意見呢，這個普遍說認同不需要大幅度修改2016產生辦法，從而修訂附件二呢，這個說法是成立的。